7 cm 肿瘤。不过你就唔使太担心嘅，而家有一个免疫治疗咧，其实对肺癌咧都好有效嘅。咁你可以考虑下。新一代嘅免疫治疗有别于过往嘅抗癌药物，既可以减轻副作用，又可以提升不同癌症嘅治愈机率。虽然抗癌嘅道路唔容易，但系有我同你继续走。